好，看到这个103年的学测题，这个透明质酸又称玻尿酸，好，是最近常常被用在医药及美容上。好，它的化学结构如附图。那试问此多糖聚合物具有哪一些官能基呢？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底下这张图，好，这是上面这张图搬下来的。好，那这个地方 COOH，好 COOH，好，这是羧基。好，那 OH 的地方是羟基。好，那当然还有这个地方是 CONH，好，所以是烯氨基。好，所以大概就是这几种。好，那答案是选择是羧基、羟基还有烯氨基，那没有看到所谓的卤跟脂类，好，所以答案选 A 注意。